温馨，抱抱，抱抱。怎么了？我就想抱抱你。停车！停车！你疯了吧，神经病！饿不饿啊，大设计师？哎，我快饿死了。不过你就休息一天，还要给我做饭？没事，我又不累，快喝吧，吃吧。怎么了？不好喝吗？有姜啊。那我再……哎，不好喝你别喝了，你还喝它干嘛呀？你很难得给我做一次的。我每次都很想买的时候，他都要排很长时间的队，所以就算了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下次我再给你买。好。关心，抱抱，抱抱。怎么了？我就想抱抱你。你是？啊，我有一个东西落在这儿了，就想着。哦。你是捡手机那位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是我甲方。对，我就是捡手机的那位，也是他的甲方。哦，那挺有缘分的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我。我知道，夏天的男朋友。嗯。对了，我正在跟夏天合作一个民宿的项目，因为夏松工作室设计独特，而且很有责任心，所以就比较巧。对，他们特别欣赏我们的设计风格，然后很喜欢我们的设计，所以就专门过来找我们合作。但上回那件事情，我已经征得徐总的原谅了，也跟他解释过了。徐总也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徐总，工作上还有什么指示吗？啊，我有一个笔记本落在这儿了。是这个吗？